他们要干嘛？哦，有有有，这个东西，这个。마리아돌라가못움직이게됐다얼음이깨졌고배는두동강났다하지만상관없다거짓된선지자에게대포맛을보여주지못해아쉽지만우린두발로도계속갈수있다트리니티교단의뛰어난병사6명을데리고있으며선원들을굶겨서식량과보급품을아껴놨다그들에겐알려주지않았지만임무중에죽게될테니알려줄필요는없다장병들과함께이얼음동굴을나가서계속걸어가야한다배가얼음에삼켜지기전에남쪽에서음악소리가들렸다우선거기로가보자하지만그전에잠시쉬어야겠다추위때문인지피곤하고졸리다잠깐눈좀붙여야지너이게아픈게아니야어떻게든얼음을깨야겠어나이따분위기는완전상태나도못상태이마헤이그도이나시토리야나홈모시모롱이오바깥에上面就没路啦，为什么？跳！不能上去吗？可以，跳！哦，不是这里吗？我不知道。到底是？有这个吗？总想飞，我没有想飞，我是掉下去好吗？技术太烂了，这是飞过去的吗？啊，我要准备跳喽！真的耶！然后呢？现在去哪里？球儿，你要下来了。没得事。啊，我会掉哪里？啊？哎，我可以从这边上去了吗？哎，下去吧。哎。
그걸 움직일 방법이 근처에 있을 거야. 저걸 움직일 방법이 근처에 있을 거야. 이제 위에 뭐가 있는지 볼까? 끝장이다. 캐럴드 소, 정신나간 딜리트 교단 때문에 모두 죽게 생겼다. 내 배는 다시는 바다로 못 돌아가겠지. 한겨울에 빙하로 뒤덮인 바다에 들어가다니 미친 짓이었다. 캐럴드 소가 추방된 선지자를 포기하기만 해서도 배를 돌렸을 텐데. 그놈과 썩은 눈깔의 병사들이 배를 점령했다. 놈이 배를 강의 지리로 몰게 했다. 배가 더는 못 가게 되자 우리 선원들에게 눈신발을 만들게 했고 배를 육지로 끌고 가게 했다. 명령을 듣지 않으면
죽음과 제명으로 다스렸다. 하지만 어차피 죽을 것 그때 손을 썼어야 했다. 이렇게 된 이상 녀석은 우리와 함께 죽는다. 배를 빼앗겼을 때를 대비해 약간의 독을 갖고 다녔는데 이렇게 쓰게 될 줄은 몰랐다. 德瑞克表示浪费，浪费什么？很多宝藏吗？都带不走。可是德瑞克应该也没有办法全拿，他也是看着他走死。好，这看起来是非常的精致，开悟。 이 고문서는 비잔틴 제국의 적들이 사용하는 궁수를 설명하고 있어. 我要点枪嘛！哦，我要得到，哦，两支箭矢，哎，好帅！好多钱呢，好多钱，好多钱！耶，冰团！哦，这哪里来的？啊，对面那边，啊，怎么过去啊？啊，有哎，有绳子，我看到绳子。 这娃直接爬下去，怎么可能？那我们就不走。嘿，嘿，什么奇怪的语言啊？这真的变了。中文更奇怪，你要听中文吗？好像没有营地。等一下，我如果想要听中文的话，会更好笑。然后等到找到存档点，我再弄给你们听。 비잔틴의 브로치야. 에나멜 세공이 아름다워. 초상이 훼손됐어. 선지자를 묘사했다고 했다. 자신의 신앙을 감춰야만 했고요我等一下找到存档点我就放给你听。始终被你毒害。<笑> 你不要听，你不要看，很奇怪。我阻止你来吗？真是，对不对？我要往下走吗？往下走还是？是这边吗？还是其实没有它？哦，这是刚刚的路了。我等下找到存档点，我就为了你放给你听。等一下，我已经找到存档点。哦，有存档点了。 你好，他这样子载路应该是我刚刚死掉的地方，可以载。他没有说一定要营地吧？你看我看一下，先试一下，免得我等一下好久。 这个很麻烦啊！如果要换语言的话，要到外面去换，换完之后才可以进来，他就没有办法直接换语言，我觉得很有一点麻烦，不方便。在哪里啊？哦，可以，那我们来听一下，超麻烦。 我其实还蛮想要听后面的中配，因为之前都听到前面而已。可是我不想玩两遍啊，麻烦耶。然后它这是文字的语言，然后配音也要调这边，然后这里是繁体中文，然后是台语，然后有翻译，然后存起来。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用中文继续吧。 感觉就很好笑，中文。我可以不要中文吗？不过他们这样子配也是很厉害啦，因为我也不会配，我也不会啦，所以还是要给他们一点鼓励，让他们可以更好。 我好奇他们文献是不是也讲中文，我们可以试听一下。文，
我们的帝国曾经以刀剑与盾牌来作战。好了，我们接下来走下去吧。好，往这边。嘿，啊啊啊！来不及，思密达，你思密达个屁呀、啊！这感觉溜滑梯，不走。哎、啊，就变中文思密达，告诉你。啊、哦，好冷的感觉哦，我是不是要下水了？哦，好冷哦。哎，我下不去。哦，好漂亮哦，海角。哎，这可以上去吗？不行。快游快一点！我说游到奇怪的地方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啊！啊我死了 ！no！ 哎，那边不能走吗？你觉得那边看起来可以走啊？不行吗？看一下地图啊！地图给我。嗯，好吧，好像没有差、欸。哎、嗯，不可以！啊！快快快！快速前进！快快快，快点！啊、哦，到底怎么走？快速前进啊！他说你要死了。喏、哦，你为什么又死呢？我的罗拉不会游泳，我的罗拉不会爬墙，我的罗拉你会干嘛？哈哈哈哈哈！他是缺氧而死啊！讨厌，怎么难用啊？到底行不行啊？哎，怎样？我按 L 都下去了，哎呀，好，控制，哎，控制住，快快快，快点，好，要了要了，好，好，好了好了，终于，好，终于过了，太可恶了，那这样算我要治疗的一些药物。那名狂人仍持续不懈，我不懂到底是什么驱使着他。我们穿越了位于世界边境的冰封群山，他的追随者不断的死去。每一天，我都会经过坟墓，或是被弃置在荒径上的尸体。我变得虚弱不堪，但就快追上他了。跟保加尔人开战以来，一直跟着我的那匹母马也死了。我宰了他，把马如扛在背上继续前进，我就快要追上他了。我听见他们的歌咏，就在山的另一边，一股尘封传来的欢愉歌声，先知在未来这一周内将必死无疑，我也将凯旋重返圣三一教派，只要再一天，我就能逮到他了。什么都不会，原来是罗拉，应该是我控制的罗拉什么都不会来。我也不会啊，可是我玩的是罗拉，没办法，罗拉比较厉害。诶，刚刚那个是怎样？非常奇怪的地方凹陷。好吧，那是他去哪里？去那里。没有东西吧？走喽！哎，哦，苏联设施，我是不是要开始战斗了？还没吧？银器，银器，没有快死了吗？啊，有人！
我不是你的敌人。奥维，我可不是这么认为。你杀了那些人了，我杀他们是为了活命，而我猜你也是。好特别的感觉哦。他们来这里多久了？大概好几天了。侵略者抓走我许多族人，你最好赶快离开，要不然就来不及了。我没办法，我是为了某个重要的东西来的。他们也是。要是让我再看见你，我会一箭射穿你的喉咙的。我跟你是站在同一边的，我希望有机会证明。那边发生什么事？这好不习惯哦。